好，枪声响起，哥伦比亚选手在前头，韩国队也到前头去了。韩国、中国、日，好，在前面的是韩国、哥伦比亚、中国、德国，从外道超越到前面去，在外道在第四个位置的是我们中华台北的选手。 还有三圈，韩国队的选手从外道准备要超越，穿到了第四位，带头的是哥伦比亚的选手，已经位列第二的选手。还有一圈，中华台北的选手目前暂居第二，加油！最后的直线，前面的哥伦比亚，我们的张少群，掌声鼓励！中华台北的张少群。 好，杨和珍一开始在第四个位置，韩国队第一位，哥伦比亚在第二，美国在第三。哥伦比亚穿到第一位，韩国在第二，美国在第三，杨和珍在第四。还有一圈。 哇！